你哋想点啊？停手！妈，其实我想同你讲一件事好耐噶啦。讲啦。其实我一早就练成咗脱身大法。金睛。快去救我媽！呢個老太婆仲有用。收住佢。
制命运，任我巧安排。看似梦幻，凡人难尽了解。人海的冲击，比那沧海更大。难为正邪定，难为正邪定分界。哎，这个月又被人追杀两次，加点人工多多少少都好啊。嗯，咩事唔讲得？我去睇艳舞啊！哦，你留心听住，呢次嘅任务好重要。如果成功嘅话，你就可以拯救全世界。明白。瑞士一间大学的彼得逊博士发明了一种惊天地泣鬼神的种子，上帝种子，只要埋在沙淋啲水，一分钟就可以开花结果。有冇咁夸？他哋而家将上帝种子带咗去深圳，俾资助他哋研究的昊天网络董事长骆家豪做示范。这个姓骆的家族世代都是偷种之王。骆家豪的老豆金盆洗手，听说落了遗训给五个仔女，不准他们再做侠盗，所以老二骆家豪才会开了昊天网络敷衍公司。他现在是巨富了，我要你混入昊天网络。他平板电脑十秒钟之后会爆炸。还有五秒钟，四、三、二、扣钟。妈，我回来了。
李梦，你啲忍术越练越回堂嘅，帮我嘥咁多钱送你去学嘢，系你叫我失惊无神偷袭你 ，keep 住你嗰啲身手啊嘛。系啊，但你一啲进步都冇，点逼我进步啊？你唔觉得而家好凉嘅咩？系、啊，你唔讲我又唔觉喎、啊，点解咧？好兄弟，跟我着埋同一款嘅底裤。嗯，边有可能啊？我尺寸大你好多。二哥，有冇整亲你啊？啊？你自己话啦。等我帮你捽下。二哥，我大个女啦，你唔可以帮我捽噶。又系嘅，我都大个啦，你都唔可以捽我。我捽你个死人头啊！嗯、如果打伤家欣，入你数啊？二哥，我话晒系大名鼎鼎侠盗落街嘅后人，一定要练好啲身手，喺出面闯荡江湖，唔系好丢架噶。就凭呢三脚猫功夫，害人闯荡江湖。出咗事，我都要同阿妈交代啊！有乜嘢要同阿妈交代啊？吓，拨过嚟。妈，做乜咁夜仲唔瞓啊？等你翻咯，唔系啊？你点肯饮汤啊？煲汤真系够晒补啊！系啊，补气噶。嗱，趁热饮啦。你阿妈嘅老人痴呆越嚟越严重。佢尋日當中餵佢只狗肉鬆，趁熱啦，飲曬佢，嗱，好有益噶，係啦，就咁飲落去，阿媽係為你好噶咋，仔啊，好唔好味道啊？啊，我從來冇飲過咁新鮮嘅湯。好，你哋慢慢傾，阿媽就眼瞓啦。阿媽，你早啲休息啦。阿媽要小心啊。哎呀，呢只肉松啊，今日真系乖，成日都冇吠过。佢成日都咁乖嘅。仔啊，头先阿妈抄笼底，揾到呢一本你老豆写嘅秘笈，脱身大法啊！我都学过，阿妈而家教你好唔好？好啊，妈，我都系夜啲自己学啦。诶，你唔可以自己学噶，妈一定要自己教你先得。点样教啊？就系咁啦，嗱，自己好好研究，唔使三个时辰你就学识噶，到嗰阵咧你就可以甩身噶啦，知道未啊？我知道啦，妈。乖仔。家欣，帮我解绳。哎呀，阿妈叫你好好练功，你就好好练啦。我唔敢违背佢意思啊。A 梦 ，A 梦救我 ！A 梦，救我 ！A 梦，我以为你中意玩呢味。我扣你人工啊！你出卖兄弟，我扣你人工。啊，冇熄灯啊！你知我怕黑噶，救命啊！Good morning, Mr. Locke. 乐总早晨。乐总早晨。阿哥，你公司咧几多靓仔靓女喎？洗厕所咁靓仔，今日有个瑞士嚟嘅教授会示范一种新奇嘅种子，价值好惊人，所以我骆总 ，Mr. Stephen Stone 同彼得逊博士到咗。骆先生，好耐冇见，好耐冇见，辛苦你哋啦，彼得逊博士。
终于见面了。相提种子，只要有了水，就可以在短时间之内种出任何农作物。如果真的可以这样的话，那就可以解决很多地区不够食物的问题。由于它的后果太神奇了，所以我今天要在你们面前亲自示范一次。德干的沙可以种到什么出来呢？这个就是最神奇的地方。安贝里法吧，简直是奇迹啊！吃不吃得的？当然可以，你试下。是不是又爽又甜？那就是说以后沙漠都可以种到苹果，只要有水什么都可以种。但这种上帝种子虽然可以解决饥荒，不过都可以令很多农业国家破产。企喺度，入边开紧会，入得去。哦，喐手。这只是最先进的音波枪，我们不够去打。带他走。哦哦，搞定，揸过来。那个洗厕所的靓仔爸爸，嘿，冇礼貌。骆家豪，我身份是……我知道你是边个，宝爷，编号119，
过阵营经入面撞板最多嘅特工，旧年为咗追一个抢手袋嘅贼仔，撞烂咗103架车，再加一只游艇同一架飞机。原来国际刑警插手，唔怪得一篇报道都冇啦。嗯，冇错，因为我哋一直都唔想引起恐慌，希望用最短嘅时间将上帝种子揾翻翻嚟。咁咪去揾咯。嗯，嚟我屋企做咩？上嚟呢度同你合作咯。我呢个普通市民可以帮到啲咩忙？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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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骆家豪，你系咩人我好清楚，你屋企三十几代都系贼。诶、欸，系合道。嗯。而且我哋金盆洗手噶啦。嗯。啊，家豪爸爸。你边位啊？你系边位啊？吓、嗯。妈。妈。妈。乖乖乖，嚟。哎呀，细路女，你边位啊？哎呀，你最中意耍花枪噶啦，又话失忆，又话咩咩咩，唔记得我啦。嗯。唔好讲啦，翻嚟就得啦。哎，我煲咗汤，拎出嚟俾你哋饮啊。哎妈，有好汤，一定要招呼。爸爸，是啊，你等我噃。嗯，边位啊？我妈有啲老人痴呆症，成日搞乱啲人同事。哦，好啊，我配合。你介唔介意我哋两个单独倾下咧？我哋冇嘢倾。诶、欸，嗯，国际刑警人强马壮，边使要我哋帮手啊？系咁嘅。我哋个电脑被黑客入侵，所有国际刑警特工嘅身份资料都被泄露咗。我好需要你嘅帮忙。我好欣赏你嘅谂法，我系唔帮你啊。哼，上帝种子系你 sponsor 嘅，仲有上帝种子系你公司俾人抢走嘅，呢个责任你走唔甩噶。我知道系边个抢走上帝种子。日本的犯罪组织新月组，他们的首领叫雪姬。但是有一件事你不知道，博士不是被绑架，他是同人合谋带他来抢上帝种子，他们会将上帝种子卖给最大的犯罪集团 K-MAX。 你想想，如果上帝种子落在 K-MAX 手上，结果会怎样？不要再犹豫了，跟我比赛，你输的就跟我走了。这部我电话我摆在袋里，一分钟内你拿到当我输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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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将这个手机就摆在这里，如果你一分钟可以拿到的就我输。来啊。来啊。玉松，来。你曳啊你。当我赢了嘛。不算。不是你偷的，他偷的。我给多次机会你，我想打你好耐㗎啦。啊。今日如果你打到我面，我输。来啊。哟哈哈。老豆呢家嘢留翻我嚟啊嘛，佢永远输俾我嘅。冇打到面，唔算输。哎呀！我要同你斗车。呢度前面直去有个 S 弯。过了 S 弯是一个手臂弯，再过埋手臂弯大概200米有个路牌，我哋边个去到路牌先，就边个赢。你已经输咗两局，呢局我希望你赢。我需要个好拍档。咁样咧，只要呢一局你赢，我就会考虑下。
医生，洪金宝情况点啊？情况唔系咁乐观，你哋唔好咁多人入去啦。你哋喺度等我。你是我是宝爷的同事，叫冰冰，是武器部门的。冰冰，你不会姓李啩？人家是姓范的。喂，我有啲紧要嘢做紧，晏啲再倾。范冰冰小姐，而家唔系范先生，佢而家情况点样？宝爷佢对唔住啊，我将个车撞烂咗啊！架车好小事，最紧要你冇事。我系一个唔合格嘅特工，我唔够你叻。惭愧啊！有啲咩需要我帮你做啊？我希望你可以拯救地球，将上帝种子抢翻翻嚟。呢个系我最后嘅愿望啊！宝爷，我考虑下。唔好考虑啦！如果你唔答应嘅话，我死都死50,000币噶。宝爷，我都话咗，我会考虑下啦。尽量啦，我一定去。宝爷，只爱顺便。二哥佢点样啊？死咗。等我打电话帮佢办身后事。我电话留咗喺入边啊！哇！你头先嘅戏太 over 啦！喂，扮乸型唔系咁易演嘅，真系有咁难咩？冇事，我攞翻个电话，你哋继续。你咪过嚟啊！你过嚟，我用手指捽死你，捽死你噶！哦，唉，我捽死你！啊呢度系我哋特工训练中心啊！呢啲系咩功夫啊？佢哋喺度玩啫。喂！他们又在玩啊？不是，失败了。喂，冰冰，冰冰，哎，宝爷，有什么好的新发明介绍给大家？啱了，
我研製了一部新的手機。要講手機，應該是我們公司新型號的 UFone 8S Plus， 每人送一部。邊個要你送啊？它是我們冰冰團隊用了三年時間研製，擁有207種特殊功能的好威風。我們的 UFone 8S Plus 有707種功能。707種會噴火咩？哟，成功咯！喂，劲啊你！用埋山寨充电器，仲会爆炸添。佢系好危险嘅武器，遇到危险嘅敌人，仲会射出电针添啊！系咪呢个啊？宝爷，你想做咩？打电话啊！唔记得同你讲，我哋呢个好威风207项新嘅功能里面咧，就唔记得咗通话呢个功能。哦、原来系个唔可以打电话嘅手机。做咩事会咁就真系好威风啊！喂喂喂，点解咧？唔好打我，话我知。唔好打面啊！唔好打鼻啊！嘴都唔好。宝爷，我哋揾到铁鹰啦。澳门海关已经证实铁鹰到咗。铁鹰是刁爷的左右手，平时在柬埔寨和泰国一带出门，这次派他来应该是跟新月祖约在澳门谈生意有关。你们的消息为什么这么灵通呢？我们有个卧底在他们那边，但是不知道他是谁。那我们去澳门吧，叫天下姐接应我们。一百万筹码，连开两个庄，买庄。细路女唔可以赌钱，都系等我嚟啊！靓仔，小心连底裤都输埋。唔好走啊！我就俾你玩。你仲唔快啲走？我帮你将赢咗嘅钱捐咗佢。哼！诶，细路女系咁噶，等我嚟。换件衫出去食饭啦。好啊。嗯？诶，你想做咩啊？冇啊！激嬲我！你哋有排斗啊！A 梦，嘉浩，嘉欣佢可能有事啊，快啲去睇睇。系。等我啊！
太輕手了，試我啲啊！斗牛啊！嚟啊！嚟啊！痛！影咩啊？唔俾影啊！绝地武士。痛！哎呀！痛！哎！你用乜嘢？学你啫，喂！你边位啊？你爸爸？哎呀，我系你阿妈，占我便宜。家豪冇事吧？士兵眼镜吓？喂，做咩啊？放开佢！你冇事吧？如果打俾佢，唔知佢接唔接咧？老爷，阿哥唔见咗啊！唔使担心，我应该可以找到。有冇未死嘅人喺度啊？我未死啊！呢个地方成个礼拜都冇人嚟维修紧嘅，冇人救你啊！诶，追我啊，死靓仔！刘家豪，做咩你插手我哋嘅事啊？佢有好大班人。而家就攞你命！等一阵。呢只系南美洲亚马逊河一种生殖力最强嘅毒虫，佢最中意寄生喺动物嘅身体里面，几个钟之后产卵，就变成成虫，吸尽被寄生者嘅养分，再咬穿佢嘅身体爬出嚟，再揾其他宿主。呢啲就是大自然的定律。睇落有啲似麻辣小龙虾。
父母袁飞，擘大佢嘅口。妈，跳从土爬到，会向最温暖嘅地方爬过去，而佢脚度有倒钩，你系吐唔到佢出嚟嘅。你死咗，身体变冷。他就咬穿你的身体爬出来。你这个女人心地真是毒啊。啊我走先啊，我跟你说雕爷在老地方等你啊。咦、嗯、那我们都走了，我份人一向都怕雨会晕的。我要令自己热啲，你冷静，等体温降低。嗯、你想做？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你到底是谁？喂，你回来啊！父母，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你到底是谁？父母，真的在这里啊！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，等我来啊。好彩 set 咗跟踪器。喂，我嚟啊！我头先差啲俾呢一条虫食咗，好彩有失联咗嗰个银头发嘅女仔，叫父母嘅嚟救我。佢用嘅都系呢部好威风，唔会系你哋嘅人啩？有可能啊。你咧？这些是意大利特工给我的资料，意大利文我不懂。谁懂意大利文？唔该。超年那波那顿 music trato a Milano spaghetti。广东话啦。他们说新月组在米兰有一个秘密实验室，保安保证是全欧洲第一，里面机关重重，我们要的东西肯定在里面。他们不知道上帝种子的事？不知道。我们知道的是雕爷已经离开了东欧，我想会是这几天会跟新月组应该会见面。将那个实验室的保安措施逐样逐样告诉我知、我要知道每一个细节。这个是我们建造了18个月的高磁浮实验室，没有这张卡和我的红膜，乌蝇都不用旨意飞进去。
嗯哼，我要提醒你，呢道门打开之后，请停止呼吸，放轻脚步。呢条走廊如果有超过25分贝，就会引起循环死光刀，闯入者会变成肉酱。唔系啩？激光是 XY 族水平，垂直全方位，问资讯呢度你唔到啊！放心，你的上帝种子在这里很安全。25分贝啊，循环死光刀。这个是最新的发明，可以在72小时之内将你的记忆全部 copy 一份。怎么 copy 啊？根据可靠的线波，雪姬已经杀了博士，不过他已经复制了博士的记忆，而上帝种子的秘密亦在里面。如果上帝种子可以用在可卡恩的种植上面，那以后我们每年的利润至少可以多10倍。是啊，我已经帮两位老板约了雪姬在圣西路球场和两位见面。嗯犀利，估唔到一个细路女比我哋用开嘅黑客仲劲。佢本来就好黑噶啦，即系大个之后白咗啫嘛。系啦，如果要入嗰个实验室嘅话，咁即系话一定要复印嗰个经理苏菲嘅大门锁匙，仲有佢嘅虹膜影像。点解要虹膜影像啊？因为虹膜影像同指纹一样，每个人嘅虹膜影像都系独一无二嘅。这个苏菲在米兰8年，有7年都没有男朋友，真的是 very lonely。 是，那她喜欢什么类型的男人？她喜欢穿干湿褛的男人，前度男友全部都被她强迫日日穿干湿褛。苏菲自细迷恋阿伦迪龙，所以特别喜欢穿干湿褛的男人。有这样的挂癖？如果我哋真系要得到佢嘅虹膜影像嘅话，一定要揾一个中意着干湿褛嘅男人。佢仲特别中意幽默靓仔，有音乐感，有爱心。哇，边度有咁完美嘅男人啊？笑乜嘢啊？佢唔系讲紧我啊嘛？我要征服佢。Oh.
咁样个眼球咪会喺我度咯。既然你咁中意，咁你去咯。梗系我去啦，唔通你去啊？靓仔干湿褛。哎呀！都咁夜啦，唔系想同我饮杯咖啡咁浪漫啊？咩事啊？呢五六日，我一直都有个问题想问你。问啦。嗰个银色头发嘅女仔凤舞，到底系唔系你哋卧底？卧底呢啲咁秘密嘅嘢，点同你讲啊？如果不是的话，那他为什么要冒这么大危险来救我？他还帮我吸条虫出来。告诉我先，你是不是喜欢他啊？你告诉我先，他是不是你们的卧底？你认真的？嗯。我就不告诉你。你好讨厌啊。哎，不要再问我了。再问我，我都唔会话俾你听噶啦。讲认真啦，你到底识唔识父母啊？你一表人才，点解你面对爱情会咁鬼蠢嘅咧？我本来就系咁蠢。哦，你好似好识爱情咁。诶，讲第二样，系都唔讲。老实讲，你到底有冇女朋友？冇。咁有冇男朋友啊？你信唔信我捽死你啦？好了，讲你听啦。其实我面对爱情都好似你咁蠢嘅。我有老婆，离咗婚，两年啦，分开咗两年啦。他说他每天都很害怕我出去之后就不会再回来，然后老公立了什么大功都不可以跟人家说，我老公拯救了世界，就连老公做什么都不能说。其实如果你换了份工，他可能就会回来你身边。做特工这么久，仇家都很多的，不做咪死得仲快。我怕佢辛苦。喂，感觉你老婆好似好好咁，有冇啲相俾我睇下？诶，唔错啊，好靓女喎。嗯，感觉好严肃啊，几有夫妻相啊？我就剩翻呢一张咋。我同你输到，我觉得佢一定会翻嚟揾你嘅。多谢。喂，同你倾偈几开心啊？诶，我一直输俾你，我哋再嚟一次咧，睇边个翻酒店先。你输了你买支82的红酒给我，我输了我买支12年的红酒给你。嗯，哇，那我不是拿了你着数？真的学聪明了。来，冯母真是卧底来的。比赛开始。好衰的。真的估不到你这么痴情，为了个女人你让菜。你坏人来的。你看你的样子都不是很多的。不过识到你这个朋友真的很开心。我们应该庆祝一下。我叫支香槟。好
好耐冇醉過啦。唔快手？唔會啩？電話都未打通。Hi, room service. So fast. It's on the hotel. Yep. Enjoy it, sir. Thank you. 今時今日嘅服務態度真係幾好嘢喎。K-Max 的人，唉，天有不測之風雲啊！點解我會傷成咁咧？真係後日就係 AC 米蘭嘅決賽，所有人嘅注意力都會喺曬嗰度，唔可以失去行動嘅最好機會嘅。而家你傷成咁樣，咁邊個去 sell 蘇菲啊？你都講得有道理。其實你都算幾靚仔嘅，我誒，喂，喂，啊！Are you okay?真的太不可思議了，跟我夢到的場景一模一樣，已經過幾月了，你在我夢裡面已經出現了過幾月了。 OMG，为什么会这样的？你梦到什么？梦见我就来不得了。我梦到你，梦到这个地方，我梦到我们两个在一起，我们两个人做了一些人家不好意思说出口。你说我吧。就是这样，人家难为情的嘛。你说吧。就是不如换块林啲嘅地再讲啦，好嘛？好啊，行啦。我七年冇掂过男人啊，你就系上天赐俾我嘅礼物。唔得，我唔可以冒犯我心目中嘅女神。我想死，瞓多阵啊。其实我一直想做一件。在梦里面跟你做过的事，但是我又有点难以启齿。你做我，我要教暗啲灯光先。Romantic 啊，快啲！
要开。你估喺梦入边对你做过啲咩？我都点知啊？我喺梦入边，亲吻你只脚，好有创意啊！你只眼点解会系蓝色嘅？因为我戴咗大眼仔，中意你，中意。放开。唔够辣啦，再加啲辣椒。Baby。啊？用嘴。对不起啊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，我要洗洗啊！你洗，你等我，我等你，我等你，我等你啊，我等你啊！熄灯，我唔够放噶，仲快啲去，奔跑吧！挂住老婆啊！好，打俾佢。宝爷，我呢边准备好了，你嗰边情况点啊？我 OK 啦，话俾嘉豪听，保安系统里面有282个 beams 之间嘅距离系 0.25 米，激光组合有8个模式，最后发出嘅系迪卡尔定律组合，所以三分钟内如果唔走，必死无疑。但是以你阿哥的身手应该没问题的，放心吧。好嘢，多谢你。不用多谢，有家人真是好。50亿，30亿，唔得。咁即系做唔成生意啦。喂，你阿哥嚟未啊？仲未啊？快啲啦，冇时间。啊，我包到啦。情况点啊？宝爷已经掌握咗里边嘅保安系统。咁我哋动作要快啲。好。杀人激光一旦启动之后，三分钟之内必须离开，否则会有生命危险。
距离52米，我70公斤重。阿哥，万事小心。嚟啦！你冇必要救佢啊！点都好，话晒都系条人命。陆先生，你真系一个好人，多谢。又睇唔到啊！就是因为上一次，所以我走出去做 laser 戴眼镜，为咗呃你啫。你呢个骗子啊！头先咪讲咗你听咯。我而家谂办法帮你解毒。我仲可以撑多阵，
我哋快啲攞上帝种子。呢个系博士嘅记忆体，我哋快啲走。你到底想做咩啊？我要整完个身，帮你及条虫出嚟啊！我又冇食到虫，又系喎。唔好吸啊！唔好吸啊！你唔系曾经帮我吸过一次咩？二哥，你喺度做咩啊？做咩？未见过靓仔啊？妈，我翻咗嚟啦。哦，咁你仲唔翻嚟屋企？我交埋啲好重要嘅嘢俾警方，之后即刻翻嚟。哦，我煲咗汤啊，翻嚟饮啦，系人参燕窝香蕉生煎包汤正啊。嘉欣同 A 梦翻嚟先，不如你俾佢哋两个饮先啦，好嘛？啊，老 K 要亲自见你，要赞下你。You are hero. You are hero. You are my 大 hero. Super, super. 啊，我知道。我觉得大先至可以表达我而家对佢嘅呢种尊重。啱。大，仲好型嘅。嗯，仲赢过晒我哋啦。嗯，边系啊？时光倒流廿年，宝爷绝对系天王级嘅小鲜肉。嘿，客气客气，真系。诶，咁即系都算赢过啦。啊。嚟。超市購物卡588，哇，好實惠噶！多謝，冇咩嘅話我先走啦。啊，坐坐坐，坐坐坐坐坐坐，我仲有好多讚你嘅説話要同你講。坐。阿頭啊，你講咗90分鐘啦，成部電影都睇完噶啦。坐。嗯。坐。咁我就繼續讚我哋呢位卧底女神探。嗯。阿頭啊，我覺得你可以將讚我啲説話寫信度啊，咁我阿媽都可以睇到。咁我就講啲連阿媽都唔睇得噶啦，嚇。嗯。點解你年紀輕輕，但係發育得咁激進嘅呢？嘿。哎呀。到我啦，讚我啊。唉。嗯，讚你。頭先佢笑你老嘅，我唔緊要，我本來就老。放開我啊！放開我啊！你搞乜鬼啊？你咁後生，俾啲心機，遲早可以上位。我會噶，我會努力噶啦。有你咁好嘅頭，我憑佢哋捉咗我啊嘛！嘿，仲唔快啲追？我去。我是不是应该都追一下？梗系，嗯，快走啊！同佢讲购物卡。咩事啊？红人唔用得噶。
好，有胆识，够胆嚟我哋呢度。啲嘢我带咗嚟，我要见我阿妈。你有咩资格同我哋倾条件？我杀咗你哋两个，啲嘢就自然属于我啦。佢手上嘅保温箱装咗特别装置，只要一揿就会烧咗上帝种子同埋博士嘅记忆体。你想玉石俱焚啊？睇嚟都系俾你同你阿妈见下面啦。带佢出嚟。吓、啊？妈，你喺度瞓得惯唔惯啊？食得好唔好啊？原来咁嘅烂鬼地方啊，都有洗手间噶。你哋解开我阿妈先。我就会俾上帝种子你哋。喺我嘅地方，规矩系由我定。攞啲种子出嚟啊！你想睇住铁鹰打断你阿妈对脚啊？只要一按手錶，你哋嘅雕爺就會即刻變成一隻死雕，仲唔快啲放咗我阿媽？雕爺，佢根本唔係雕爺，你殺咗佢啦！我一直都係我，佢係鐵英嘅大哥，叫鐵虎，係我嘅貼身保鏢。我係專登等外面啲人以為佢係雕爺。咁你哋以为我系咩人啊？系佢小鸟依人嘅情妇？做咩啊？开 party 啊？放咗铁虎，唔系我就喺你阿妈呢度开一枪。放心，唔会死嘅，只系会流好多血同好痛。唔好。拿上帝种子出嚟，我要睇下系真定系假嘅。果然是好嘢嚟。翻去用50亿欧罗去我指定嘅户口，我就放咗你阿妈。你唔守信用。我系女人，又唔系君子，你点可以要求我讲信用？
妈，其实我想同你讲一件事好耐噶啦。讲啦。其实我一早就练成咗脱身大法。快点救我妈！这个老太婆仲有用。收住佢。三个人打唔赢你，唔使帮我啊，我自己搞掂。我就唔相信我哋两个人打唔赢你。家豪，小心啊！呢、这个女子非同小可噶。
就凭你哋两个。喂，你唔好唔记得仲有我喺度啊！哦，我唔记得仲有佢添。我就唔相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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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凭我哋三个人嘅力量打唔赢。两个。金钟罩铁布衫是绝顶高手嚟嘅，老太婆，我真系越嚟越中意你。铁布衫，劈死你！啊！
喂。喂。喂。边位啊？金宝啊，系。做咩啊？冇嘢，放假打个电话俾你啫。你喺边啊？我喺飞机度啊。有事啊？冇嘢。好啦好啦，唔讲啦唔讲啦，飞机起飞啦，就咁啦，拜拜。喂喂喂，其实你嘅工作我好理解，你有啲咩特别危险嘅任务，你就咪做啦。你有命先可以拯救地球啊！你唔好咁烦啊！你唔讲啦。有机会我再打俾你啊，拜拜。这位老 K 是宝爷的上司。哦，是啊，是你爸爸的上司。是啊，哎呀，乐太太，你今天好漂亮啊，多谢你拯救了全世界啊。客气了，我要帮全世界的人多谢你，生了个这么好的仔，我一定要好好赞下你。我觉得你今次表现不错，今晚你可以陪我看戏。太迟了，我被私有化了。你去了哪个？Baby， 我觉得都是他比较适合我。今年几多岁啊？二十八啊。二十八？哇，唔似唔似，二十八都可以保持到咁，真系唔简单。宝爷，呢度点解会有佢张相噶？呢度本来挂嘅系我阿爸，而家都系你爸爸。哎呀，看来我又要换个阿爸了。宝爷，你没事啊？没事。你见点啊？扶我出去坐坐。哦，好好好。哥，你在等边个啊？父母说他会来的。来啦来啦。不好意思啊，来迟了，生日快乐。多谢。你哋慢慢倾。你好，我是骆家豪。你唔使理佢噶，佢系啱啱捉翻嚟嘅骗子，仲未带翻去差馆就嚟揾你啦。我仲以为佢系你男朋友添。我啲品味有咁差咩？喂，你唔好人身攻击，靓仔唔会呃人咩？哦，小心靓仔啊！今晚一齐食饭啦。我啱啱有新任务，要去巴西啊！我哋翻嚟再见啦。哦，拜拜。喂，帮我准备飞机，今晚飞巴西。为什么宝爷张相会挂在这里的？啊？乜你呷醋咩？听日我可以挂咗你张相上去噶噃，好唔好？咁又唔使，你张张相
换做黑白咪得咯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guys.现在就只有洛嘉和我知道上帝种子的存在，我们没有令到世界变得更加好，但是起码没有比它变得更加差。洪金宝，咦呀，做什么不拧转过来啊？哦，快拧转头立刻不见了你而已。听说你真的拯救了地球，不瓜之前还记得打给我，还高了。嘿，说这些。小笔耶。哎，这边做什么？你这个。哇。我黐住的，黐住的。我要揽住。山绕，风在吼，而雪在烧，谁胜谁负，有谁可知道？回首前尘望，已不太重要。年年岁岁，千寻万里找，每一丝也没味道。我情我愿，我诚我骄傲，我朝生有朝，王牌手中摇。